由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南投甲台中分局以及观光局一月潭宏观处首次合作来举办的龙川四季生命之歌对着蝴蝶去旅行的系列活动，今日伫一月潭向山游客中心盛大举办。除了有30个单位来展示龙川丰富安全的农特产品，也有深度旅游行程会当报名参加。22号礼拜，也阁有摆摊展示。主办单位欢迎有兴趣的乡亲前往行行看看嘞。就我今日来到一月潭向山游客中心，会当前来了解目前龙川的发展情形，以及青龙返乡所努力的成果。不管任何一种的农特产品，拢有农民用心打拼的故事。今嘛借着这个名为“对着蝴蝶去旅行”的系列活动，要来讲给大家了解。我们可以把蛋白区的农村的一些农特产哈，然后顺便去消费。那我们大概有一连串的一个套装行程，跟水保局来合作哈。那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计划，能够带动我们蛋黄区的游客哈，然后到蛋白区，那整个我们大日月潭地区的观光产业收入能够大大增加，增加这个曝光的知名度，打开这个知名度我觉得因为日月潭的游客相当的多。所以曝光的机会又更大。他们了解现在中部以南都可以种植了，而且这已经有驯化过了，所以它的东西从种植到生产，整个糖果、饼干到饮料到巧克力都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我们农人很辛苦在工作嘛，那我们很需要的就是被曝光的机会，真的很感谢机关政府让我们有这些机会能够出来展销自己的很好的农产品。那今天才刚开始而已，人非常的多，那我们很荣幸可以参加水保局的这样的计划。由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南投甲台中分局以及观光局一月潭宏观处首次合作来举办的农川四季生命之歌带着蝴蝶去旅行的系列活动，将在一月潭向山游客中心举办到22号下晡。主办单位欢迎乡亲前来体验。在象山这边，我们有引进了这总共有30几个不同的农村的特色产品，意思是说让大家从一级的产业、二级的产业跟三级的休闲旅游体验，我们有一个像日本一样六级产业，让大家来做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带来一些人潮，让我们真正的农村能够有一些经济的发展，真正好的农业的产品，还有真正好的农村的服务，能够传达到给我们的都市人，让我们能够来这边能够真正体会到我们农村的一个温暖，在日月潭这个土地的这个人情味。主办单位也同时推出深度的农村旅行，行程是相当丰富，而且是当地限定。亲近蝴蝶以外，更加会当体验飞行谷满山遍野的美景。有兴趣乡亲会当在网络查询相关资讯。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